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勋呐。今天呢是我们的欧卡线上，不是线上送货，是欧卡送货的第五集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喜欢呢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货物吧。这次的货物是塑胶纤维送到烈日记。那工作收入是2333元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运送任务吧。先调整一下。OK， 这样的角度 OK。那我们就开始送货吧。这个是干嘛？这个是在干嘛啦？如果没啥话要说的话，我就先好好开车。我只是想说一句话了，一句话了。那三宝真的是无话可说。
倒车，好了，那这一次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小铃铛。想要继续看我的欧卡送货或者是欧卡倒车系列的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小铃铛哦。那想要接受更多的话，记得打开小铃铛订阅下去。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欧卡送货或者是欧卡倒车见喽，大家拜拜。